第七题，将同为100公克的铜球比热 0.093， 铝球比热 0.217， 铅球比热 0.031， 投入同一杯正煮沸的水中，何者温度上升较快？这一题要考的是比热的重要观念，就是在质量相同的时候，比热越大的物体，温度越不容易改变，不容易上升，也不容易下降；比热越小的物体，温度越容易改变，越容易上升，也越容易下降。现在三个的质量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是比热比较小的，温度会上比较容易变化，所以会上升比较快。我们看到呢，是铅球的比热最小，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，何者温度上升较快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铅球，因为它的比热是最小的。